好开箱。什么豆？请问什么 bank 是最多人用的？啊 ，bank 哦。错。没得哦。错。因为我要是两个最多人用啊 ，CIMB 都没有人用的、啊。不是我讲。答案就是 Power Bank。棒呀棒呀棒呀！好啊，今天我们要讨论，要介绍一个非常很不错的 Power Bank 给大家。首先，我先给大家介绍我平时用的 Power Bank。因为为什么我会选这种 Power Bank 呢？因为它很轻、很方便，然后很小，容易带。后来发现它的电量才10000，是非常不够我用的，基本上我 charge 两下就没有了的。对，因为 charge 满一个 iPhone 大概3000。后来我就再买多一粒，又多了一粒10000。买两粒10000了，神经病。OK， 后来我觉得要带两粒实在是不太方便，所以我又再买多一粒，等于这个两粒的一粒。这粒20000的啦，20000的。这是20000mAh， 我们的 iPhone 8 Plus 啊，还是 iPhone 的话都可以 charge 大概5次到6次左右。我的也是啊，也是这样啊。有时候我们去两天的地方哦，我们没有带插头哦，就带一粒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后来很多人一直跟我拿去咯，拿去哦，我没有电脑哦，拿哦，我没有电脑哦，拿。上淘宝的时候呢，就看到这一粒好晒嘞。哪粒？还有一样大力咧，我嘎路公，你看，虽然这两粒看起来一样大力，是不是？这一个东西比这三个还小，这一个有50000。我唔信。50000？老板呐、啊，你会看华语吗？OK， 这个是型号50000，人家是写了20000mAh， 看到吗？你老板吗？因为、哦、我这种人、哦、时常跑进深山野岭，然后又时常没有地方住啊，所以没有地方给我插电啊。这个太破了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啊，我们去深山野岭的时候根本都不用找插头啊。不过听讲它的电量呢，如果是太阳能插的话，它是比较慢啦、啊，没有错啦。如果是太阳能插的话，那边也要55个小时，也就是差不多3天这样。不是，我为了插我的电话一次电，我要充55个小时的 power bank， 不错吗？你真的有头脑啊！你买的东西可以用啊。OK， 顺便跟你介绍有一个球的东西，这个有点烟功能耶。你真的是你有火的话，这个可以点烟。这个讲点烟哦，小孩子千万不要学啊，这个危险的动作就交给危险的人物去做。对，你看他做一个这样子的东西，他就要减寿10年。你看，一直减寿10年，这样我至少有1000岁可以活。哦。有了，你们看到吗？哇！你买加烟咩？试试看这个吗？哎，过了，一口就好了，不用这样多吃。OK。不要夹在那边，然后在那边舔。最后一个东西，我们要做一个结论的，就是它的价钱，这一个要129。这个小米哦，那时候我去那间店买哦，149块。这一个呢，139块。哎，现在我们来讲这一个的价钱，这一个的价钱是。
是不到100块的。我觉得这个是蛮特别的东西，所以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介绍。OK， 如果你们喜欢我们这个影片的话，这里有一个红色的 button， 你跟他大大力的按下去。穿的活的是那是我的 style， 我不会因为这样子产品改变我的形象，我的骄傲。Yeah， it's hard， 那些。